我的团长张梦豪团长，年纪轻轻都当团长，绝对不容易。刚好成立了那个团队。那你有上台表演吗？有，我自己也会参与表演。对啊，所以你也是里面的这个又编又老又圆，对，也是全才啊。对，好说好说。可不可以说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愚公校本部有些什么要不同的地方？校本部的演出呢，这次呢，我们会从之前一些演出的段子里面呢，挑出比较受好评的段子，然后再加上我们会新写一些段子，符合这一次的关于都会的这个主题，然后来加入我们这次演出。新段，新段加精选的状况。像这些创作都是你们自己本身的故事吗？这些梗是从哪里出现的？这些梗呢，通常呢，我们都是会来自于生活，比方说生活啊，看到一些有趣的状况啊，或是一些现代人呢比较荒谬的一些情节，我们反而可以把它更加的夸大。简单说，就是你们所有团员发生的一些故事，亲身经历的故事，通常都是生活之中发生的事。所以大家也可以好好到现场来欣赏一下啊，来也举办一个有奖征答，看看这到底是哪一位他的真实故事。再看看抽奖的活动，有可能啊，可以。你可以举个例子，举个例子，像待会呢，我们会带来一段表演哦，然后那段表演呢是。日常生活，大家应该比方说下班的时候啊，通常都会去一些 bar 里面喝酒啊。但是有没有想过，就是这些调酒的名字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对，那待会呢，可能会稍微带来一段这样子的表演。也不能够透露太多，透露太多啊，大家都看过了，不用看了。那我们到时候，我们从8月20号开始呢，就要走到我们这个文化馆里面去好好欣赏。对，好，麻烦大家了。谢谢团长上来为我们做的说明，谢谢。